说到变形金刚系列电影，大家一定都不陌生。然而一个超强的 IP 被派拉蒙给拍毁了。斥巨资的超大动作科幻片口碑能做到如此的扑街也算是不容易了。尤其是变五，迈克尔贝枉费心机啊，想借着变五壮大变形金刚宇宙。然而麦导的讲故事能力是堪忧啊，让本来就茫然的观众更是一脸的懵逼。今儿就给大家伙梳理出真人版变形金刚系列的故事线。中国神话讲，在洪荒之初未有人民，变形金刚宇宙也是如此。宇宙内一片混沌，最早的生命形态叫做至尊太君，它和宇宙共同存亡。至尊太君相当于万灵万物的祖源，他凭着与生俱来的神力创造了两位先驱，这哥俩一个叫宇宙大帝，一个叫元始天尊。哥俩既是宇宙的平衡，又是对立面，很不对付。前者是混沌邪恶的化身，有一对牛角，靠吞噬行星维持生命；后者相当于变形金刚的女娲，象征着秩序与创造。他创造了可以赋予立方体的火种源，这是一种可以让任何机械演化为变形金刚的媒介，是变形金刚们灵魂与生命的源泉。元始天尊利用火种创造出了七位变形金刚先驱，也就是变二中出现以堕落金刚为首的那几位。至于变五出现的昆塔莎，目前流传着三种解释。第一种认为啊，电影中的昆塔莎就是元始天尊。第二种认为昆塔莎是元始天尊创造的十三先驱之一。为什么是十三先驱呢？因为漫画里是这么讲的，但是电影中明确表示只有七位先驱，并且都已经出现了。本人认为第二种说法在电影中并不靠谱。第三种说法认为昆塔莎是五面怪的化身之一。至于五面怪是从哪来的，它是来自于异空间的一种实体，游离于元始天尊和宇宙大帝位面以外的一种存在，电影里从来没有提到，所以我们不为昆塔莎的来源做过多的解释。个人倾向第一种观点，随着元始天尊创造了七位先驱，目的是协助他一同对抗宇宙大帝，他们一同创造出了赛博坦星球，也就是变形金刚发源的金属星球。由于是宇宙发源伊始，并没有百花齐放，身为更高等文明的昆塔莎跑过来奴役指点赛博坦星球，利用火种源创造出变形金刚社会。这也是为什么变五中擎天柱叫昆塔莎造物主的原因。其中他创造出了两派变形金刚与十二骑士，第一派是博派，第二派是狂派。前者是赛博坦社会的平民，后者是赛博坦社会的军队。七位先驱负责领导赛博坦星球。随着昆塔莎实力的壮大，宇宙大帝日渐式微了，隐藏到了宇宙的一块角落积攒能量，也就是它的本体演化出了地球。为了榨干正在恢复元气的宇宙大帝，昆塔莎派出了十二骑士，并交给他们自己的能量权杖，直到骑士团来到地球。原来地球早已被宇宙大帝孕育出了多彩的生命体，骑士们拥有独立的思想，给昆塔莎当了这么久的走狗，自然被这片祥和安宁所打动。他们并没有执行任务，反倒在地球上安定下来保卫生机。同时鉴于昆塔莎一直在奴役其他星球，有余心想要掌控赛博坦，却没有余力再多看管，先驱们再也不想被奴役被鞭策，想自己占山为王，干脆赶跑了昆塔莎。从此赛博坦星球成为了实打实的变形金刚的星球。这时候我们就要引出赛博坦的三种神器，第一种刚刚介绍的是火种源，第二种便是矩阵能源，矩阵也被称为领导模块，只有每一届赛博坦最为出色的领导者才配拥有。它被七大先驱的头头堕落金刚所创造，它的能量甚至可以消灭宇宙大帝，而且不单单拥有火种赋予机械体生命的能力，最主要的能力是从恒星吸收能源以维护赛博坦星球的能量来源。随着星球的蓬勃发展，赛博坦星球的能源供不应求了，而火种源也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不知所踪了。七位先驱只能穿梭到宇宙各处搜寻能量强大的恒星，最终他们将目标定在了太阳。但是先驱们在事前就定好了一条规矩，那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能源而去毁灭存在生命体的星球。我们都知道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地球上的一土一木纷纷来源于太阳辐射，如果矩阵能源将太阳上的能量消耗殆尽，那么地球上的每一种生物都将死去。所以先驱们又定下一条规矩，那就是仅仅吸收一部分太阳能，绝对不为地球带来负面影响。然而七位先驱的头头堕落金刚反水了，他认为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赛博坦星球的生息，这个贪婪的家伙想要抽干光芒夺目的太阳与地球。然而其他先驱誓死保持着人道主义，奈何堕落金刚太过强大，几乎无可匹敌，其他先驱只能通过自杀来封存聚力能源。这也正是变二故事的前身。第三种神器叫做种子炸弹，它最开始应用于6500万年前，也就是变四的片头，它是一种可以将有机生命体变成机械体的改造炸弹。地球上的恐龙正是因此消失的，意思就是说，前一秒还活生生的恐龙，后一秒就变成了机械恐龙。再通过火种源的注入，一种新的机械生命体形态又诞生了。至于狂派与博派的两大领袖擎天柱和威震天，他们两个本是兄弟，共同受御天敌的领导，
后来由于赛博坦体制内的分歧，变形金刚才分成了两派，第一派由擎天柱领导的博派，也就是汽车人，第二派由威震天领导的狂派，也就是霸天虎。前者致力于和平，后者致力于实战，这两派互殴了很久也没能分出个胜负，直到赛博坦能源枯竭，两派为了争夺火种源再次大打出手，最终火种源意外流落到了宇宙深处的地球上。两派在还没有确定好火种源的位置的情况下，再次在宇宙中掐了起来。这次汽车人战败，流落在各处的卫星之上，擎天柱带着主要成员深入宇宙中搜寻火种源，最终火种源被威震天率先给发现。然而老威马大三粗，没搞清地球的生存状况就想来个捷足先登，最终意外被冰封在了地球上的北极，随后就有了变异的剧情。可能有人要问了，他们的师傅御天敌去哪儿了？御天敌在这段时间内啊，一直在寻找重振赛博坦的方法。身为赛博坦星球的首席领导人与科学家，他创造了能量柱，也就是变形金刚三中可以被用来搭建的空间桥。空间桥可以将整座赛博坦星球传送到宇宙各处，这也是为什么他想在变三中将赛博坦星球传送到地球上吸收能量。我们再来谈一下系列电影中人类和变形金刚的关系。在变一中，人类最开始对博派狂派纷纷嗤之以鼻，鉴于擎天柱带领战士们成功守护了地球，人类终于在第二部抛出了橄榄枝，和博派建立起了联盟关系。然而在第三部，人类将橄榄枝抛给了更强大的御天敌，没想到御天敌想吞噬地球，将人类变成他的奴隶，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要是没有人类的演化，想必变三也不会打得那么激烈。在三部曲结束之后，博派不再被人类所信任，变四的人类意外掌握了赛博坦变形技术的皮毛，自己瞎比划了两下，居然也创造出了新一代粒子变形金刚，同时还复活了在变三中阵亡的威震天。奈何人类的技术不成熟，被威震天的剩余意志夺舍，反而壮大了霸天虎团队，由此人类对变形金刚也是愈加不信任。随着更多的变形金刚降临地球，两派变形金刚群龙无首，混乱当道，人类干脆下令绞杀所有的变形金刚，不管是博派还是狂派。看到这些，部分影迷真是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怎么人类的智商和归属感就跟闹着玩似的？果然是导演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啊！不少人可能不理解变四和变五的联络，导演为什么不跟进之前的三部曲呢？原因是导演想把格局拍大一点，其中变四想带入变五，想用变五来展现变形金刚的世界观，可惜还是没拍出来啊。而其间的联络不得不谈起变四中的反派禁闭。禁闭是一位游离于宇宙之中的赏金猎人，不占狂派与博派的任何一派，谁给的好处多就替谁卖命。在变四的电影中，禁闭直接奉命于昆塔莎前来抓捕擎天柱。昆塔莎想黑化柱子哥，让他找到十二骑士当初带走的能量权杖，想凭此重振赛博坦星球并夺回奴役权。整套真人电影的剧情大约就是这样，大家听起来可能都比较蒙圈，更别提变四变五的原片有多扯淡。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每部变形金刚与地球历史事件上的联系。刚才介绍到，变形金刚其实早就来到过地球，其实地球上一直存在着变形金刚的影子。在第五部中，比如滑铁卢战役、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国幕府时期战争，均有狂派与博派的参与，而不列颠群岛的统一战争也有十二骑士的参与，当时的人类巫师还将此编为书籍流传至今。第四部电影中，6500万年前的恐龙灭绝也是由变形金刚一手造成的，而第三部中的苏美太空竞赛是因为御天敌乘坐的太空飞船意外撞击在了月球上，人类为了调查月球背面而展开的历史事件。至于第二部中的金字塔建造，是人类受了七大先驱的指点才创造而成的。第一部电影中更是明显，人类的第七区是为了专门研究外星人而成立的。至于美国的胡夫水坝，不过是为了遮人耳目，真正原因是为了封存研究威震天才建立的。虽然变形金刚系列后几部拍得越来越毁，但情怀这玩意儿终究还是不会过时的。如果还有后续的话，真的希望别再让迈克尔贝拍了，这哥们实在是不行。